现在呢，刚刚蛮惊险的，就偷偷的拍了那些人家文扑克牌，真怕被扁。现在这个地方呢，也是一个广场，啊，相当多人，就坐在这边很悠哉的在喝咖啡啊，吃冰淇淋啊什么的。其实我也不敢拍太久，然后这里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，就是像一个社区一样。嗯，意大利人生活真的太悠哉了，我决定在这里唱歌，好，就这么做。